瑞士高纳格瑞特列车的高纳格瑞特站高程为3089公尺，从车站再往上爬一小路段，可到达高程为3100公尺的库饭店。这是全欧洲海拔最高的饭店，从房间窗外就能近距离欣赏最雄伟的马特洪峰。饭店顶楼有两个圆球形的天文瞭望台，在一楼有购物商店，摆放有世界最重的巧克力，是4.5公斤重的马特洪峰造型。走出户外是360度的观景台，除了欣赏马特洪峰，还可以近距离欣赏壮丽的高纳冰川。看着阿尔卑斯山第二大冰河流动的足迹，更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再走下坡，来到石板堆叠成的小教堂，有许多游客来此祈祷。再来到 Run 体验馆，一进馆内即可看到沉浸式很有临场感的介绍马特洪峰影片。旁边还有可戴 VR 眼镜，体验坐热气球升空，看马特洪峰四周的景致。只要用手拉动绳子，就会升高左右的移动。为什么？感觉就像是坐真的热气球一样。另外还有摆放许多介绍当年攀登马特洪峰登山者的历史文物资料。建议您有机会来瑞士的时候，不妨到高纳格瑞特车站走走看看，明天会更好。阿Ben瑞士报道。